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网上的诸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。我是王浩然王牧师啊。然后呢，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，创作了一集啊颂主诗歌啊，由九章啊九部分组成，基本上涵盖了圣经的核心主要内容啊。那么受圣灵的感动，也表达了我自己对神的爱啊，这个感动爱。所以呢，我曾经呢把这个放到了这个百度的博客上啊，有很多人来看了，然后呢也让神学院的老师啊、教授啊、主内弟兄姊妹还有牧师啊看过啊，不少人呢他们的心啊被打动了啊，他说那么这个颂主诗歌呢还有医治的功能啊，希望你呢这个如果这个有人呢啊这个心情比较沉重啊，还有呢人生找不到归宿的时候啊，听一听这个颂主诗歌是蛮有帮助的，好不好？那么我已经呢前面呢这个朗读了四部分，那每一部分长短不一啊，所以第一部分呢是单独朗读的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啊是分别啊合着一起朗读的，哎，所以第五部分呢啊是主的爱啊，也是比较长，所以呢第五部分我要单独朗读，好不好？啊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哈，哎，颂主诗歌第五部分。主的爱，主您就是爱，你的爱是广大的，它横跨河流、黄河、长江、亚卢、藏布江，它跨越国度，以色列、罗马、埃及、英、法、日、德、美、加、非，它超越文化，东方、西方，它不分种族、黑、白、黄宗，他跨越年龄，婴儿、儿童、少年、成年人、年长者，他不问性别、男女，他跨越阶级、贫富、贵贱。主啊，你的爱令人吃惊，你教我们原谅罪犯，你教我们爱仇敌，你教我们化敌为友。主啊，我赞美你广大的爱，你的爱是浩瀚的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从南极到北极，从大西洋到太平洋，从星系到星系，从星系到宇宙，从小宇宙到大宇宙，从宇宙再到人间，从人间到宇宙，无穷无尽，无边无际，超越想象。主啊，我赞美你浩瀚的爱，你的爱是深邃的，从电子到原子，从原子到分子，从小分子到大分子，从大分子到核酸，从核酸到蛋白质，从蛋白质到细胞，从细胞到组织，从组织到个体，从个体到生命，从生命到永恒。主啊，你的爱穿透我的皮肤，主啊，你的爱深入我的骨髓，主啊，你的爱达到我的肺腑，主啊，你的爱融入我的脑海，主啊，你的爱进入我的心灵，主啊，你的爱给我带来改变。我赞美你美丽的爱，你的爱是无私的，不求索取的，不求回报的，不计得失的，只求改遇的。主啊，我赞美你伟大的爱，你爱世人，为世人而生，你爱世人，为世人而死，你爱世人，为世人复活。上面呢就是颂主诗歌的第五部分，主的爱。那么请大家注意哈，这里的主就是指的主耶稣啊，真神耶稣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主的爱。那么这部分呢就读完了，希望你喜欢啊，请你转发点赞，如果还没有订阅过本频道，也希望你能够订阅啊，传播福音啊，这个完成使命啊，一同来盼望主耶稣快快的再来。